小大，咱进入底，即马伫漳州的泰江。嘿，哦，我看你平平穿的，你是安那？这山平哦。哦，这山平，这差不多，这正水面头超过75度。啊，咱今仔日来遮要怎啊？今日就是要做大力丸甲巧克力的试验。哦，好，好，感谢小大。啊，后壁这位是张先生。张先生，哎，张先生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啊，我们现在在你的水面头。好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做一些大力丸的示范给你看。不小心哦。啊，小董，你今嘛在做什么工作？我今嘛买水蜜桃，买来带大力丸。啊，听讲山坡地里大力丸做好操作。咁你感觉安那？因为这大力丸本来就上适合这山坡地，这足佳这。漳州这泰江这正水面头，这超75度吧？哦，啊，因为，对啊，因为要不要用背刀的？我爸爸，前他们送的，我们来接手了。好，你这个症状哦，还要提早处理啊。哦，感谢肖董给咱做示范，谢谢。OK， 再深一点的东西。张先生，哎，请问你这样子操作会不会不方便？不会啊，还蛮顺的。那跟传统的肥料比起来呢？就比较轻松太多了。哦，好 ，OK， 谢谢。